蛇根白用贵妇，蛇根红用六位，蛇根黄用二妙。一，蛇根白用贵妇，蛇相蛇根处蛇胎白腻，辩证蛇根白腻说明下焦寒湿重，伤及阳气，导致了肾阳虚。表现起夜次数频繁，浑身乏力，腰膝酸软，怕冷。参考贵妇地黄丸，温补肾阳。二，蛇根红用六味，蛇相蛇根很红，而且看不见蛇胎，辩证肾阴虚导致虚火旺盛，火灼烧蛇面造成发红。表现心情烦躁，手脚发热，晚上更明显，大便干燥，失眠。参考六味地黄丸，滋补肾阴。三，蛇根黄用二妙，蛇相蛇胎厚腻还发黄，蛇质淡白，辨证蛇胎黄但蛇质淡白，说明体内的寒湿已经化热，形成了湿热。表现小便发黄，大腿根处瘙痒潮湿，大便不成形。参考二妙散，清热燥湿。